剪彩。在我个人第一次来马祖，就是这一次啊，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荣幸，也非常感谢。到达马祖之后呢，我们县长、议长，还有我们张将军，在当地的一个热心的接待以及说明，让我对马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良好的印象。我到马祖的安游乡，就在待会儿看到，在这个住宿的隔壁，所以他今天来到这里，三天后他要到垦丁去出差，他也不用再到什么地方去买，他上网去订购之后呢，就送到屏东地区最接近垦丁的安游乡，所以他所需要的物件，他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就让我们邮局为各位服务。那么现有的邮局当然服务不是不好，不过呢，我们同仁还是需要休息嘛，对不对？所以在夜间、在周末、在假日的时候，我们邮局暂停服务，虽然快捷邮件呢，我们仍然有递送，不过总是在递送的时候，难免我们的收件人民众不在家，所以我们放到爱邮箱，可以让民众在全天候365天的24小时，任何时间，在各位方便的时间，就可以到爱邮箱这里来领取虽然是在家里等候，好像比较便利，不过呢。如果没送到您府上，或者送到的时候您不在，那也不方便，彼此都不方便。所以现在这种自助式的服务呢，让民众可以在你需要的、你方便的时间以及任何的地点，都可以去取件，同时也可以寄件。它就是一个行动的小邮局在持续改善，还会在持续来提升它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付费方式会和电子票证会结合，会和手机付费、行动支付来结合，使得各位在使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方便性几乎只要一个手机，您的物品再走到爱邮箱来，您的物流方面的服务就完成。所以这是我们邮政公司在为民服务的部分的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邮政公司在智慧化、在数位转型、在智慧化的物流上呢，不断努力的一个方案。也欢迎各位刚才的试用我们中华邮政的邮购平台上都有好物品那我们这个马祖的好酒也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是一个畅销的物品非常畅销，好东西。在平台上，我们也把马祖的好东西，好的，谢谢大家，谢谢。是的，非常谢谢董事长。那其次我是非常的敬佩我们中华邮政不断的创新服务扩大为民服务的品质跟范围那这几年以这个智慧联动智慧物流爱邮箱来说是。成效这么好，而且马上就可以推广到文艺到马祖我在这里要表示非常的敬佩，能够受到这样子的服务。我想刚刚董事长介绍的非常清楚这个爱邮箱，这个智慧邮箱就提供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的智慧物流的服务。对离岛的民众来说是特别的需求，不管是我们的邮购从台北寄来的物品，甚至来马祖旅游的很多旅客，我想这部分都会提供。方便。